陈家子，我哋去亲旅游都嚟呢度等车，旅游大巴。嗱，呢啲十八座咧就去英德啊，英西。陈家子门口呢啲流动摊贩炸蔗汁，炸蔗汁，佢个榨汁机，呢度又榨橙汁。$10一瓶。好。陈家子呢度。大家好，入咗嚟陈家子，第一次入嚟嘅，纯正嘅广州人，咁多年喺广州未入过嚟呢度，第一次入，啊，旅行团就会嚟啦。调翻转头，我系广州人都未嚟过。陈家子要凭身份证入，要买门票。我哋本广州人本土就身份证。呢啲古建筑特别有历史价值，所以成为文物，保护文物博物馆咧。没了。怎么没了？你问哪？我美团上面看他一天好像是三场。我都是第一次入嚟啫。你睇下呢啲古建筑，整呢啲都值得嚟睇。千穿绿瓦，系嘛？瓦顶几多花，几多花色，几多龙凤啊！你站着，我给你看。哎呀，我看到了。啊？
啊！啲窗花幾靚，古色古香。呢啲舊宅，啲老宅，你睇啲門神。你睇啲門神，呢度大宅門。啲門神呢，白月貫齒，我不是睡就踩嘛。人家那边就睡一天了。你手指一块一样么子要上一年也有可能。伊外加侪是要凭自家根据搿块木头，伊讲起来凭根据搿块木头，凭自家个想象力。木头呢，伊发工过来要有得好的木头，硬的木头。哎，反正伊就搿能讲个，反正伊讲侬，侬比如讲弄个一块木头，那么侬要根据侬自家个想象力，然后比如讲适应个啥物事。哎。Yeah.